月入过万，可以在郑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？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李大美，今年28周岁，有两个孩子，老大9岁，老二6岁。目前的状态呢是已经离异了，孩子的抚养权两个都给了他爸爸。我个人工作主要是做自媒体，拍摄视频，以及内容带货，平时微信上也会卖一些东西。我是做代购，后来发展成做微商。在前3年中开始进入自媒体，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拿走，房子我也没要，我也没要他们家的一分钱，因为我相信靠我自己的能力也是可以在郑州生活的。在申请离婚后的冷静期呢，我就搬出了那栋房子。这个房子呢属于2室2厅的，有客厅餐厅。这个房子呢租金是3500一个月，车位费要350，加上水电燃气费，下来我一个月都得花4000块钱在这个房子上。我名下呢还有一部车，这部车呢是3年的贷款，每个月贷款要还5000多，等于说在这所城市中我不吃不喝，我的固定支出是每个月都要超出10000，所以我每天马不停蹄的工作，我一刻我都不敢停歇，我生怕自己养不起自己。而且我呢又养了一条宠物，宠物呢一个月将近也要花2000块钱左右，平时又爱买东西，还要给孩子买买衣服这那的，对孩子呢他们这一块我从来都没有吝啬过，该花的东西我一定会去花。在之前的视频中有网友提议说让我不要找这么好的房子，找个1000-2000一个月的就可以。其实最初呢我有去看过1000-2000的房子，但是在3环内1000-2000的房子我根本都看不上眼，因为我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要考虑到孩子也要来这边住，我起码要找一个2室2厅的房子，精装修能够拎包入住的。所以最后找了房产中介，离婚出来找上房子，押金加上中介的费用一共付了18000左右，还要买生活的日用品。婚也好离婚也罢，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。在我的后台私信中呢，有很多宝妈跟我说她很想离婚，但是她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只能劝，能在一起的时候尽量就好好在一起。其实我是想说，如果你没有成本离婚的话，最好就不要离婚。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你没有这个资金去支撑你的生活成本，你拿什么来离婚呢？拿什么来养活你自己呢？我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是我起码是一名经济独立的女生，我是可以做到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不需要担心我自己的腰包有没有钱去旅游。此可见经济独立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呀。你有钱了，你才能够养自己，养父母，养孩子。如说着说着呢，就到了我最喜欢的护肤环节了，因为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。这款延氏植物呢，它有3个功效啊，玻色因抗皱舒缓面膜，以及烟酰胺亮肤补水面膜，还有呢积雪草控油保湿面膜。这就是我现在单身的生活，就是我是一个生活家，平时就喜欢在家里各种收拾啊，做饭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收拾真的是一把手。刚刚在视频里面呈现的就是这款延氏植物的面膜啊，它有3个功效，一个呢是烟酰胺补水的亮肤的，还有一款呢是主要是积雪藻控油保湿的，针对于油皮啊，这个是玻色因抗皱舒缓啊。我今天就用个补水的吧，提亮一下皮肤，这样子白天看起来脸色呢会比较好。晚上我是比较推荐你们去做抗皱的啊，或者是你熬夜通宵后，我最近是作息比较稳定了，所以皮肤状态也是这两天补救过来了。这个面膜呢是一盒有5片啊，那这个延氏植物的面膜啊，它是有2个规格啊，买的越多就是越划算啊，39.9块有5盒啊，然后5盒是有2盒补水的，2盒抗皱的，1盒呢控油的，就建议你们去拍那个69.9块的，因为它到手有12盒啊。平均1盒下来呢才5块多，一片也不过1块多啊，这个还是蛮好用。这个面膜呢是我非常推荐的啊，不管是它的性价比上跟使用感，包括它的效果啊，都是比较不错的啊。精华液呢一样是满满的啊，你看我脸上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啊。今天用的是这个烟酰胺亮肤美白补水的啊，面膜纸我可以给你们拉一下，它是蚕丝的。
也是特别服帖又容易吸收。不要以为它便宜就担心它的成分啊，它也不是什么三无产品啊。它这个我今天用的这一款呢，只要是含有烟酰胺、酵母发酵物以及乳酸菌发酵各种植物提取啊，因为功效不一样呢，它添加的成分也不一样啊。像积雪草跟玻色因添加的也是不同啊。积雪草主要成分就是由积雪草、酵母发酵物、乳酸菌发酵物，还有一些燕麦呀、透明质酸钠啊。玻色因呢，主要是有一些透明质酸钠以及它的一些抗衰成分都是在里面啊，所以是非常值得你们去入手的。39.9块到手5盒，69.9块到手12盒哈，就是平时喜欢贴面膜的护肤的啊，这三款功效已经是可以满足你的日常肌肤需要了啊。你们支持我的呢，可以去下一下单啊。然后这期就先分享到这边了啊。我这个拍摄已经进行了2天，因为最近生病了，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一下，所以没有去按时更新这个视频啊，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坚持日更，不要说昨天的视频今天早上才开始在弄，真的是太累了，没有办法。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关心啊，非常谢谢你们。感觉虽然是一个人啊，但是打开手机一看有这么多关心我的人都在，心里面会安慰很多，也会开心很多，这个病呢也会好得很快啊。今天已经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所以呢感谢感谢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